姐夫，你来了。对。嗯，我放学了，带我去住个玩，接爸爸妈妈。接爸爸妈妈？接我公公婆婆，不是你爸妈。没事没事，好，今天带上越南媳妇和小姨子去中国见爸爸妈妈，他们来提亲了，结婚倒计时十天啦，看我们爸爸妈妈带了多少彩礼给你，好不好？好，嗯，好期待啊，去见公公婆婆了，走，出发，期待，嗯，我们先回家给三妹换衣服，换个衣服 ，OK， 对，过来，你中国人，你中国人，嗯。卖明天卖我跟我长辈上面的肉卖北的长辈啊你要挂狗吗上面的人去过门口口子是吧 ,OK, 上面的菜文有没有卖礼物就卖把人的体上卖了你跑卖卖北的啊北立上口口口上面的肉上面的肉上面的肉 ,OK, 请大来请大罗不要拉上自己的举我一点 OK 一目你看三妹都是骑这个雅迪电动车去上学的是吧对诸位带小姨子和明明去中国接爸爸妈妈了啊爸爸没有关闭听你懂啊爸爸 OK 明天见明天来提亲好，三妹，快点去换衣服。给大家看一下我小姨子三妹的闺房，这是三妹独家。你看这么乱，他骂我了。闺房比较简单，有一点点乱。换衣服，换衣服，关门，关门。去中国了，有没有大哥？去想一下。是吗？听说也有你妹妹跟你一起过，妈妈过来是吧？对对，三个人。哦，那大家一起看看阿峰的妹妹有没有像阿峰哦？肯定比我长得丑。哦，没有，我看到了，她很漂亮的。真的吗？嗯、走，走吧。漂美女哎。天黑了，准备天黑了，家人们。去中国了，各位。你中国人去中国了就发了你看黄昏好漂亮啊、哦、有没有粉丝在平祥的中国广西平祥的等我们咱们晕车了还晕车在这里啊休息一下对休息一下中转站好久啊不去那么远了现在今天去了一个小时就晕车了主要是他一放学就跟我们走了没休息对放水了去上学了对上学的时候可以喝三妹又跑出去外面吐完回来了知道他刚刚吐了回来了对我知道他偷偷去吐了问他要不要吃点东西吃不下刚吐完好我们今天就住在这里梁山梁山越南的酒店因为你们两个不能去中国过夜在平常的话只能去玩一天所以说我们要提前来这边过夜早上去下午要回来对吧对这里酒店多少钱一间开一间、啊、双人床他们这里没房了这么快啊对最近中国人来的多生意太好了对有房吗有啊哇好看啊挨着中国的地方都比较好看开吧开吧中国人你会说中文啊说中国人啊啊我们在这里开一个房双床是88万88万双床是65万哦还要爬楼梯啊没有电梯吗没有电梯看一下我们的房间
哦，还挺大的嘞。这外面的夜景真是。你看。嗯，亮山的夜景。哇，这个湖好大。我们开好房了。嗯。哎，你也打电话给爸妈看一下，他们到哪里了？好，马上问。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嘛，然后问一下爸爸妈妈他们到哪里了，好吧？好。嗯，上车。步行街。步行街。对他中文很多了，有，我有，我帮你拍吧。啊，没事。一二三，木海八茄子，没事没事。好吃好吃哦，你快点过来。哇，你不知道哦。好吃吗？黄金，买点给你结婚，好不好？买点给你结婚。不要，不要。越南都是骑摩托车，对吧？大家好。三妹。三妹。三妹一直还是晕车中。哎，亮山一定要体验一下亮山的米粉，这个是全越南最有名的。你看生意多好，这一排都是卖米粉的，大家看一下。OK， 还有商量好了，商量好，今天吃米粉，明天吃小龙虾。OK。Hello， 饼哎，看一下，你们在哪里呢？看一下我妹妹家人们。哇，这还在火车上，还没下车啊？这是我妹妹家人们。她说什么？晚上十点才下。十点了，哦、这么晚？那你们今天不能过越南啦？他在车上怎么吃饭？啊，车上也有吃的呀。哦，到底下车带爸爸妈妈去吃点好吃的啊。网络不好啊。信号不好。高铁上网有点卡。有点卡啊，好了，那你先休息一下吧。太饿了，赶紧。你看，他不晕车了，吃饱了，凶死人！我跟你讲，上面是最凶的。狗都怕死了。两个，哎呀，吃饱喝足就有力气了。等一下又晕车了。等一下又晕了。晕的那个劲。他在说什么？我在我家里面，走在里面。呀，你个魔架呀！他说为什么不车个女儿？哦，他知道他是侄子是吧？对。他说像我一样就太丑了，他说我坏话。他说我这样说，我妈以为是女儿。女儿。然后他说不是，这个是面面工腿腿。兴奋，太兴奋了！你看，他现在在。有侄子了，他马上有第一个侄子了，对吧？他太兴奋了，三妹现在在跟妈妈聊天。他更怪我为什么灭第一个是女儿，下一个是女儿。再说给他一个，帮他生一个双胞胎是女儿，然后他把我们养大。真的吗？说定了。等下你老公不同意啊？等下他老公不同意。对。啊。拜拜郭，拜拜拜拜。妈呀，明天去中国吃小龙虾。不晕车就是太兴奋了。好，拜拜吧，今天我们就到这里了，这个视频太长了。拜拜拜，明天去见，咕咕咕咕了。大家点赞点关注。拜拜。